我们现在要去圣彼得大教堂，可是我们现在要找很奇怪，没有taxi要停下来载我们。然后有在人吗？没有人啊，那边没有人啊。一定有一点问题了。为什么？没有人停的啊。哦，没有，还有人。没有人停的。很多都有人啊。我觉得是前面有山呢。啊，没有，是吗？全部都在人啊。 有空了，有啊，哎，把那两个有。我们现在在梵蒂冈的外面，正在要前往圣彼得大教堂。这里就是罗马，看到前面吗？前面的那个，就是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——圣彼得大教堂。这里的东西都很旧。 就是很有那种历史的感觉。我的家人正在，我的家人他们在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吃。我们现在要进大教堂的内部。 哇！你看那个光线，你看那窗口射下来的那光，你看它的屋顶。你做什么？他们在形象化那个天。 以前的告解室，就是那个信徒站一边，然后神父站在另外一边，这样信徒站一边，神父站另外一边，那个告解室，为什么呢？这样那个神父保密啊，就神父不知道信徒是谁，永远是保密的。这就是梵蒂冈博物馆的正门口，那外面有很多档口。 我们现在在西班牙广场前面，刚刚买了 ice cream 吃。来吗？是什么口味 ？Chocolate。看外面罗马竞技场外面非常多的游客，你看到吗？看这个，你可以看到它这里缺的那个那一角。